那时候才有现在的模式。我知道台姐在1910年代的时候，我看到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其实我也是从191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想往圆圆。哥哥，你怎么要走？我现在差不多了。你觉得假如刚刚因为太累，就直接在 A 型台睡着？哎，在 A 型，我可以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A 型台，直接在 A 型台睡着，直接坐在 A 型台睡着。嗯。好。